我们上次去走了那个新化林场的步道，对，那有很多生物的名称，啊、哦，经过了三年四年，还记得多少？就是红嘴黑背，红嘴黑背，鸟有记得几种？那天我们算其实也不多啊，是听了七种声音。那等一下我补充它的庐山真面目给大家看一下。那还有吗？植物的话，它是几个？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讲的，所以好像大家应该还记得吗？不知道，好了，那我们来谈这个步道，今天要把上次的部分讲完哦，就是其实台南海拔不高啦，那最高峰号称是，观自岭上面的八重山，啊，山有号称一二三四，啊，有人说一二四级，反正就是大概1200多米，而且就那个山头最高，啊，剩下大概就900以下，你说这个山区资源其实不多，那也因为这样子啊，其实台湾很多步道不是在山区，很多都是在平地，好像你知道全，台湾。贯穿现在又回归最长的那一条省道，叫台一线，以前是台九线最长，那因为草埔隧道开通之后就变短了，所以那个台一线又变成全台湾最长的省道。对，其实台一线的前身就是那个官道，就是以前官方在走的马路啦，就是马这个可以骑开马车骑马车那样路过的路。那条在哪里？其中府城，然后三坎店，永康那个三坎店，然后一直往北，然后像从麻豆，然后到什么铁线桥，然后到盐水，这样，其实不是现在这一条，类似这种步路很多啦，那是因为它比较不是人走的哈、哦，所以基本上不在常态范围。那有一些古道就在这里，哦、像台南的山区啦、啊。东山这边的翻过去的另外一边就是现在叫做曾文水库的范围啊。那曾文水库那边叫短坡嘛，大埔嘛。那这边就有条步道叫做后大埔步道。那这里的聚落是有交流的。好，那后来因为这个土地的划分，啊，这个林县以东啊叫做嘉义县。那宁县西这边才是台南，所以因为行政区域有划分，那久了就比较少联络。那有没有道路是直接从，大家想看一下有没有道路是直接从台南这边绕到山的那一边，然后直接到嘉义去？有一条小小的巷道，那个基本上是产业道路的等级，只有一些山友大概知道的。因为为什么最后这条步道就比较少联络，是因为。因为山的另外那一边啊，中水库那边就叫做水的水的保护区，然后中水库又有观光功能，所以进入中水库要收费。那你从这边过去不收钱，那他就亏了嘛。所以这边没有开路，所以但是这里是有古道的，后大古道，那它的生态也相当的丰富哈、那我们后续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当初在挑这个地点的时候啊，我会有推荐东山这一边。不过就是因为太远了啊，花去上个课哦，开车就要一个半小时。但这边的生态真的很佳啊，那大概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有一条后大湖古道是在东山，然后可以爬到那个林县，然后眺望那个正风水库那一边的这样。那他们早期的居民就会在这边做采集啊、野蜂啊、那野生蜜蜂啊，然后一些木材啊、草药这样。对，就改天有机会再跟大家聊。那山区的聚落大概长这样子，就散村呐 那除非在一些河街的谷地，那我们才会集村啊。那如果大家对白河东源那边有一点概念的话啊，大家你们或者是整个这个山区啦啊，从梅溪、南溪、梅岭的哈，然后这些都大概除了是河床和这些谷地才有聚落的话，大部分都是这样散村。就是一路一路离很远这样，邮差要送信哦。五号跟三号，五号跟六号差两个山头的，很远很远。好，那、这样的环境里面有什么生态啊？其实
台南比较生物多样性高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在这种环境，就是有溪流，然后海拔有落差，那这里的那个植物种类相对多。啊，那这个是以东山这边的仙公庙这一带的景观为例的哈。那这边我比较常去调查的。那大概在这个区块是真的是在白河，白河哈，白河有一座庙，叫做碧云寺，碧云寺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是水火同源，就是奔放的沼气啊，当年有没有伙伴还没去那过？有没有？没有，对不对？你是不是台南人？我也不是台南，其实我这辈子也去过那么一次，就是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哦，就这样，水火同源。好，那水火同源那边的那个碧云寺啊，旁边的这个电线杆上面就住了这种鸟，它跟麻雀哪里不一样？这个很特别啊，脸上的斑点，对，这个麻雀呢有黑斑、头斑哦，很大一块，那三麻雀不一样，三麻雀也是白的。那三麻雀的公的话呢，头是比较属于砖红色，母的比较接近咖啡色，淡一点这样。那这个是号称全台不到1000只啊。那为什么它会有名呢？在台湾有名，是因为前一阵子啊，如果你有注意一下生态环境的新闻啊，在碧云寺那边的雄鸟公鸟啊，去那个电箱，电箱是铁皮做的，啊，因为可能擦得很亮，所以它就一直去攻击那个电箱，然后就被山鸟那个鸟友拍照了。然后就成情了，为那个鸟成情。啊，如果你是公务部门，你要怎么做？或者是你可以想象它是什么样的行为？为什么上麻雀要去撞那个电箱？电箱你知道吗？就是那铁，但是在电线杆上面，但是它是整个是，应该是叫什么？北堤啊，有看到这个新闻吗？没有的话，可以通过上麻雀应该最近很好找到的。为什么它要去攻击那个电箱？大家猜猜，你觉得那是什么？就是一直去撞它。大哥，因为我不是鸟，所以我想讲一讲啊。大家你觉得？对，不是鸟，你觉得？他是在求我是在他的对手啊。他可能是怎样？对手啊。对手啊，对对对，因为雄鸟、公鸟啊，看到那个也是公鸟。跟我一样壮，跟我一样帅啊，不行，就有那个领域观念，我推测是这样啊。不过后来台南市政府就从善如流，就请那个工人把那个电箱都涂成彩色，就上油漆，让它不要反光，那北堤还会反光，那现在当然会反光，要不然不后续怎样？好，那我要讲是说，其实三麻雀这种种都住在我们的基因上。那刚好呢，碧云寺啊这个地方就是台湾一条古道，很重要的古道，变成道的起点。每年初二你们会回娘家，对，听过这个习俗吧？初二前都不是刷。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福州卖海胆？谢总，没有这个我直接交代你。这个东城这边的碧云寺的福州卖，就是观音福，观世音菩萨。他初二都要回娘家，到哪里呢？到东山街上。有另外一间是那个广场，反正它是很大，还有两朵花。但一般我们庙的那个前面是狮子嘛，对不对？它是一对白色的大象。那以前在没有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他要去回娘家，初二要到呢。那你初一又不能够不在店内坐镇嘛，然后拜拜。他什么时候起驾？回娘家，半夜的。所以那就变成是一个很特殊的民俗。那我们的文资法就把它定为国定的那个文化资产，把国定的民俗就是国家级的，人中嘛回人家，然后呢他要回去啊，对不对？好，所以回去又是一件事，然后呢还有水征绕征绕庄，啊，东山的小路实在太多了，我们那绕庄那是很特别啊。那你看那个路啊，像小小一条，都是产业道路。他有些时候走那个人家果园下面的，然后晚上以前没有手电筒，拿什么？
就很壮观，对不对？好，我要讲沙麻雀，也顺便讲古道，其实是有关的啦。不过沙麻雀在碧云寺只有在这个时间来，它就是来繁殖的。然后其实也不，我不是要这个比较珍贵稀有的动物，一般我们都不会暴露它的行踪嘛。啊，这几只鸟是自己暴露行踪的，就是你只要去碧云寺，在路边的那个电线杆，你就找一下，它就会住在那边很动的。这样哇，搞不好每年也都来啊。那要不要帮他一点忙？我最近加大林蔡洛斯蔡老师他们的团队就要帮他设计这个安心成家专栏，跟你住免钱的，来住没有关系，就帮他做了朝向。所以下次去如果看到说，哎，那个电线上面电线杆上面啊，有一些木头做的这个箱子，那里挖个洞，就是给他们上去住，他就不要去干扰这样，因为他其实还蛮怕的，而且可能都已经习惯了，因为你知道今天是马祖生日嘛，啊，人有时候我记得很多佛诞啊，很多那个神明的生日，在进香啊、放鞭炮啊，沙麻雀都被吓着，没有，所以这是全台湾算是最大的沙麻雀，但是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哦，不要去就看就好了，我觉得拿长镜头去看，那你会看到底下就很多那个大炮对着那个几个洞在那边拍了啊，这沙麻雀，好，那这也是我们的那个。古咒骂哈，就是东山那边很称观音菩萨古咒骂，古咒骂的回家的起点哈。好，那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生物叫台湾野蝉，也差不多要出来了哈。那野蝉的话呢，它算是唯一一种列入保育类的蝉，它是保育类的蝉。那它很大只哈，当然有人说雄蝉比较大只。就黑麦熊蝉、红麦熊蝉那种，就是我们在夏天在公园就看得到的，我很吵那种啊。那它是比较瘦长型的，而且它的颜色很特别，是它的这个翅膀啊，在这个前胸背板这边会裸露一块亮绿色的色块，而且很两个眼点啊，所以看你是要觉得是狐狸吗？啊，有人说狐狸的，有人说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那个眼睛这样子啊，对，就看着看。那据说野蝉呢，跟它的身体有关，叫这个野蝉是有关，也有人会叫它说它的声音就是耶这样，那它变到最后嗡嗡嗡，其实不是啊，其实野蝉是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很慢，然后跟那个蝴蝶台地都在弄。牙神啊，像蝴蝶的神啊，像牙神啊，野蝉，大家懂。那荒野保护协会他们在台湾都会在那个每个月都会第三周嘛，都会在东山这个地方做地理观察，然后他们就发现几棵台湾梭罗木上面会有这个台湾野蝉。那台湾梭罗木呢，长得还蛮漂亮的，你看它其实在中部啊。现在推广来做行道树，啊，这个我们上次讲过，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呢，就在南部其实剩不多哎，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东山也就那几棵，然后再就那几棵上面会有野蝉，啊，那这几棵树因为离路边还有点距离啊，所以坦白讲你也不容易去捕捉啊，所以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在啊。那但这也是在步道上，这个步道叫垦头山步道。好，在东山，我刚刚讲白了，在东山，东山这个垦头山步道这边就有这个野蝉啊，那代表性的时候，在这个，可能再过一个，差不多要准备了，就是这个还没有结束，到五月左右就差不多可能会有机会了，好，大概五到六月大概就是它最高峰，然后之后呢，叫完了，交配完了，蝉就结束它的一生了，剩下的部分就从蛋，然后到。落虫，然后一直用另外一个周期，这样。所以如果有要这个五月份哈，可以去走一下那个所谓的砍头山的步道的话，大家可以注意看这个部分啊，这个叫野蝉嘛。那这个刚上次有提到这个，在周一之后又说了木。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东山有做了一些
黄斑线照相机的调查。其实台南的野生动物其实还是有的，虽然海拔才1000多了，不像那种有些县市随便都是2-3千公尺的山，生物很多。像这是山羌嘛，山羌，大哥你在寿山应该就看到了。那山羌其实它的分布还蛮普遍的啦，但是很好奇，我也很好奇，那就是说新化那边其实比较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比较少记录了。那我问大家，山羌是好，给大家选择题，第一个是鹿科，第二个是牛科，第三个是羊科的动物，就是一个鹿科，第二个是牛科，是牛的举手，第三个是羊科，三，第三个是羊科，羊长这样子，对吧？答案揭晓，它是全台湾最小的鹿。好，鹿跟牛有什么差别？鹿的脚会长大，好，熊的鹿的，它长大的时候它会长。磨一磨，打斗就掉了，后再长，会啊，就有鹿茸了哈。牛呢，跟人家打架，牛角断了就断了，它就不再长。那羊，羊其实是牛的意思，因为没有羊科的，羊是属于牛的。啊，这下终于答案揭晓，原来没有羊科哦，原来羊是属于牛的，哎，这怪怪的，哎，就是没有羊科啦。其实长中山羊是属牛的啦，然后。长中山是牛科的啊，总之就大家知道鹿啊，那有水鹿，有梅花鹿啊，梅花鹿在现在也是野生动物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利用那个红外线照相机拍到山羌啊，你看到那个咖啡色的棕色的毛，漂亮。好，那另外这个是猴子啊，这个基本上在这张其实就是在寿山拍的，然后捡人家的东西吃这样，那现在越来越夸张了这样。那其实寿山也很蛮适合做步道的野生动物的观察。因为很近，那这个是我们在东山的山区用红外线照相机拍的，那也很好奇，哎，这是山里面来的，然后眼睛会看。那另外还有这个是前一阵子还蛮热门的，搜寻很热门，但是不是因为它可爱或可以吃，而是又带着病，叫狂犬病。哦，那一阵子真的我也遇过那种发狂的幼丸。会追着我鞋子咬的，大概是生病。好，那这是右弯了。右弯其实不大，右弯其实大概有身体的话在20几公分，还在短短的胖胖的尾巴。右弯，这是我们在森林里面拍到的。然后这个是网络上传的照片，它跟白鼻星不大一样。白鼻星是从那个头到鼻梁，然后到鼻子全都是一条白线。但是没有到脖子啊，白鼻星只有从额头到这里，啊，一般是可以到后面哦，它有挑染一条白头发哦，但是额头这段是黑，它鼻子也比较尖，那它吃什么？它吃地底下腐烂的木头里面的虫的幼虫，还有一些人果实，它杂食性，那它怎么会得狂犬病？你会觉得很纳闷，而且台湾基本上已经。30几年都没有狂犬病，我们已经是那个联合国卫生组织公告已经是非狂犬病的区域了。你们觉得这里面可以探讨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步道里面看到的动物里面啊，野猫野狗，你看到的野生动物多，那这是问题。所以像我们常常在步道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人在喂养。有些爱爸爱妈，他们会一堆一个狗饲料就在那边，他需要这个野生动物，不是野生，就是也流浪猫狗可以有东西吃。然后比较有冲突的部分啊，在台湾目前步道是就是大家好像也给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那比较冲突的新闻，包括像有垦丁国家公园有发生过，然后寿山也发生过，因为寿山有山羌。很明显的被攻击其实是被狗咬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在阳明山国家公园，因为阳明山国家公园离都会区很近，那就是爱狗爱狗爱猫的人就爱爸爱妈，就是他们就会去喂啊，那你喂狗饲料一定还有东西过来吃，那可能就会有些动物会被狗攻击，那他说他没有死掉，他就会带着病，就这一次这样就传染出来。那其实野生动物还有很多问题，包括
其实我曾经救过一只幼獾，在这个六甲的山区，也不是很高，大概就跟青蛙一样高度而已。然后呢，就有民众通报，然后就带我去麻豆看兽医师。我那时候很简单啊，是什么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只有红眼病，现在还有一种叫犬瘟热炎，也在这个哺乳动物的部分。这个像看到幼獾，我就想到，其实，在因为步道的畅通嘛，而且交通的方式越来越普及之后，现在步道会多了一个威胁，野生动物的威胁，就是一些流浪猫。那可是流浪猫不是跑上去的，它其实是人，所以还是不要弃养啊。好，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跟它很像，有点像大家可能误会的白鼻星。那其实我看到最多的白鼻星，其实是在国道上。怎么说呢？因为它跑到国道上去被车撞死，然后一坨很大坨的，而且白鼻星吃的不错。我不知道，就是它也是杂食性，但它吃果子的，所以它会爬到树上去吃人家的水果啊。所以很多这个山区的民众就很喜欢它。不过这个我们在走步道的时候也常遇到，就是会有两个像下面那样亮亮的眼睛一样。那它会爬树嘛，所以比较会被看到，因为它躲在地下，所以它躲在树洞或什么，这个是都边你都看不到。但是白鼻星是有机会在夜观的时候看到。那差不多是这个季节，如果你有夜观的习惯，或是去走步道的话，也遇到它哦。遇到它干嘛？吃饭啊，它吃的花的芽啊，吃的叶啊，它也会吃，当然也会吃果子。这样，它也会吃一些甲虫啊，它是以植食性的为主这样。好，白鼻星又叫果子狸。那另外这个是这一只是雌性猛，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鼻子红红的、啊，哇，这个很可爱的红鼻子啊。那最近不是那个口罩的颜色问题嘛？就一个小朋友这样，所以大家就忙起来了，戴粉红色口罩，很多脸书、很多粉专也都把它改成粉色。它就是我们屏东领馆处，因为我这个屏东领馆处的计划叫双龙山教育中心嘛。我们的很多粉丝也改成以实现猛为主，说我的鼻子没有性别，全部都是粉红色的这样子，这是它的特征。啊，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白色的鼻子。好，那实现猛基本上虽然它名叫实现，但是它的食性也很广，包括蜗牛啊，包括一些小虫子啊，它挖得到它都会吃啊。那也不一定在河边，但是以河边为主，所以我们台湾有些稀有的生态景，什么叫生态景？就是要看这个工程和必要、它的一个指标生物就是食蟹，因为它会在溪流附近游荡、它会吃河流里面的一些螃蟹啊、小鱼啊、蛙鱼等等的这种情况，这就是溪流的一个指标生物。因为这个其实在我那天有上课有讲，就是跟那个菊尾蚁啊，宣潮菊尾蚁是有关系的。你看它，这就是它爬树的样子。它后面它最后一只尾巴就变第五只了，很粗很壮，然后它就变成是一个支撑的点，然后就可以这样一二三爬上去。然后你看全身都有鳞片，大概就只有这个脸这边有吗？眼睛这边没有鳞片，所以菊尾蚁就会攻击它的脸，等到它受不了，它就赶快溜嘛。但是趁它破坏那个蚁巢的时候，就把舌头这样吐进去，可以粘那些虫子。那这个是这是菊尾蚁的样子，这是它的爪子。那它遇到危险，麻烦的是它就会卷成一团。在座的伙伴有没有在野外看过穿山甲？没有，有看过。我自己遇过三次。那通常就是看过它，然后开着车慢慢跟着它，然后一紧张就咕噜咕噜，然后卷成一个球在水沟里面滚动，然后它就停住了，以为没有去看他，然后就过去拍他，然后把他抱走，因为他实在是太有实用价值了。你知道吗？他到底哪里实用价值？你觉得他吃什么？吃肉？吃肉还好了，这不是肉，吃什么？吃鳞片。大陆还有网站教你怎么吃。全世界现在走私最严重的不是象牙，也不是狮头胶，因为那很贵，对不对？全世界走私最严重的哺乳动物现在就是成虎，
而且走失的时候你就看到一堆没有名片的穿山甲一直一直这样摆摆，在海关的时候被查获就这样，那顶片马上去，你被马上重要去了。好，他们是说这两种饮血症，我也不是很懂那是什么东西，但就是大陆就很爱吃啊，那大陆现在就是经济起飞嘛，我们吃得起，对。好，那这个就是穿山甲。那穿山甲为什么跟布袋有关？因为它也还爱在这个土里面蠕动。那布袋旁边其实有些那个土壤，如果刚好松了，它就会在那边蠕动。我自己也在布袋看过很多这种穿山甲的洞，所以说那一天没看到，如果看到我跟你们讲，来，下次看到这个就尽量不要去干扰它。那穿山甲的洞其实它会搬家。所以如果它有干扰，大概平均住十几天，那你就要换一个新的巢穴。但这个不是，这是很特别的记录哦。我丢这个，大家会不会觉得台南有石虎是很奇怪的事情？不会，你有经验，小时候有经验吗？看过一次石虎。在哪？在东山。在东山哦。这个真的是还蛮期待的，但是我们在山上做调查那么久，还真的没有拍过，也没有问过，但是有人吃过了，不是我啦，就是问那个在地的农民是有人吃过了，所以证明是有了。那这只石虎，那石虎跟猫有什么差别？大家有养猫吗？我有养猫，这差很多啦。那其中它头是有个白线啊，那这里耳朵这里有两个白斑。你知道全世界的野生猫科动物除了老虎以外都有什么？你下次来有机会跟花豹握手的时候问问他，就把头过下来，然后看他的耳朵，不行就被咬。不要这样，看照片就好。狮子也有，好不好？狮子它的耳朵后面也是白的。你们家的猫应该很多不是白的，如果是的话，请送那个动物收容中心，请打电话给那个特征中心哈。不是跟你开玩笑，是真的，因为特征中心很多那个把食物送过去，就是因为有爱心人士捡到流浪猫，然后我去养一养之后，怎么那么凶这样子，然后就不得了，然后就送到那个兽医啊，或者是那个动物医，最后看哇，这不得了，这是食物，然后再转送特征中心，是有的哈。如果你下次在路边捡到小猫，多看它两眼。那有一种猫叫虎斑猫，虎斑猫跟它很像，对不对？所以要特别小心。像这个就是之前在特殊中心他们拍到的，这个是后来放在他们场地上拍的。那这个就是人家爱心人士捡到之后养一养，发现不得了，这猫养不乖了，就送到动物那边去。啊，注意看哦，它的斑点啊。我们在红外线照相机里面如果拍到猫，它不是这样，它的拍到猫，注意好，你再注意看你家的猫点。流浪猫或是你们有朋友或者养的猫，它的大腿是斑纹，不是点点点。好，那如果再看到有点点点怎么办？好，我先，你如果不确定，可以先拍照给我看。为什么？因为我曾经有在一个山区，也在牡丹乡那一个山区，有个朋友拍一张照片给我看，我吓到了，因为它很像食物，但是身体很修长，那个是人工饲养的豹猫。有一阵子很流行养豹猫，豹猫一只要25万，最贵的时候，但现在没有很贵了。那再珍惜的宠物都有可能被弃养，对，会被弃养。那目前在台湾，豹猫被弃养是有可能的，但是好像还好没有变成是在野外生活下，否则那也是个灾难，因为豹猫什么都吃了，鸟也吃，什么小老虎什么都吃，那在那个山区的动物快就。好，所以这个给大家参考。为什么要跟大家讲食物来注意？这是一个亲身的，就是这是一个记录，就是这一张食物，这个食物是在白河拍的，那是在多久时候？那这是一个我的一个友善农业的朋友，他叫做俊怡，他们组的一个叫拍摄联盟。那在1月15号的时候，他就写了这样的一个在本专写的一篇文章。那他这边就分享说，当时候他还在。高速公路局，国道高速队第三那个，就是白河那个工作站，然后他们的这个有伙伴通报，就是有石虎被兽夹住，因为在白河段，所以是他的业务啊，所以他就去
看真的是15，然后那时候还不觉得15有什么特别、然后就赶快，是很珍贵，可是也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记录这样，那这样也没有什么感觉，反正就把它后送到那个特殊中心，但是好像后来跑掉了这边。总之就是这是白河确认有15的记录，但是就很特别，这只是成体了哈、那之后就再也没碰过。那嘉义最后最近的一笔15记录是在去年啊，在这个石洞林场附近，石洞这个地方拍到一只这样。我们在嘉义台南做一些调查，也会访谈啊。那山区其实大概都像大哥这样，就是有经验，甚至有人就吃货，大概是可以确定以前是有的。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对，可能是产业改变或是什么。好，那在走步道的时候呢，晚上的话呢，也常看到这个啦，就是飞鼠，这叫大赤鼯鼠嘛。那一样，我们在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从关子岭一直到南溪哈，我都有记录过。那就是那个什么白河，就关子岭那边啊，东山岭，然后那个梅岭啊，然后到中水库附近啊，然后南化的那个山区也都有，但是都不多哈，就是台南还没有那么常看到飞鼠，但是是有机会看到它啊，在步道上。那有些部分有些山区我们会看到野猪啊，那在台南还没有看到新闻，就是野猪危害。不过在花东有很多野猪就跑来攻那个田啊，那他们还有除山猪的大队。好，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夜鸣也是会在山区发现。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步道啊，它会形成一个像隧道的那个森林结构嘛。啊，这边也树，这边也树，它会有一些像隧道。然后这种夜鸣虎呢，它其实是会住那个孔坑啊，住岩洞啊，或是人工的那种水柱的那个通道啊上面，或者是一些隧道里面。那刚好它也会在这个步道里面飞。自己在比较靠近东山还有关子岭这一带的步道，晚上它大概是像鸟一样大，飞过去它很大。那也是台湾少数有保育列入保育的哺乳动物，这个品种。好，那讲到哺乳动物，讲到这边了，就是给大家讲说步道其实还是有很多动物在用。那还有一种哺乳动物，但是比较小哈，那我忘记把它照片拿出来，叫鼹鼠，大家知道吗？有听过？等一下我想到再找到。鼹鼠啊，它在步道会常见，然后它你会看到土啊，如果松软的话，它就会挖出一条隆起的土沟，土丘，这样大概就是有台湾鼹鼠在里面。那一天在新化没有看到一只，那土真的被踩太硬，它连挖都挖不动。所以鼹鼠也是个步道的蛮好的一个指标，就是土壤有没有松软。好，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互动的部分？那这一只的有故事。这一只夜鸣虎的故事其实是好没有，其实也是在讲，他就住在很多那个叫什么？以前啊，在山上要取水的时候，都会人工开凿那个涵管、涵洞。那现在比较厉害了，都直接接水管，对不对？那些以前那个水啊，像溪流一样，这个地方就因为河川整治啊，然后就拆掉了，所以。我们在台南比较靠近北区，像白河跟东山区，很多台湾夜鸣虎的点大概都不见了。那还好有几个点啊，就是我们大概现在还确定它还住在里面的这样。好，那夜鸣虎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想问大家，你们知道蝙蝠的台语怎么念吗？鸭鹅啊。鸭鹅比较多还是鲤鹅比较多？还是都没听过？你们客家的蝙蝠怎么讲？我不会讲客家，有没有会讲客家？我不会啊，那我就讲个台语就好。鸭鹅的举手，就比较常讲鸭鹅，鸭鹅啊，大概一半。鲤鹅，
来来这边，我也是听李博才发的。那脸蜜就是蜜嘛，有吃蜜的蝙蝠吗？什么？不是他啦哦，台湾无福啊。这个对我来讲，台湾口语的人念起来很很厉害，无福嘛，对不对？喝无福，喝无福啊，喝跟福哦，啊，无福是吃那个果子的啊，它叫果福啦，果福那一类的。那因为别人常啊，那像那个狗一样啊，像狐狸就叫虎福。那虎福其实在西部台湾是有记录的，而且全是台湾的第一笔记录啊，是这个高雄那边有个牧师叫李修啊，就休息的休，然后一个加个兵字边，他是长老教会的。然后他呢就捡到一只虎符，然后就寄到好像是给那个谁施文豪，施文豪有没有？他那时候不是在高雄海关嘛？那施文豪这个人对我们台湾的后面的那种动物研究很重要哦。如果你有去看一下台湾的动物的名字，其实很多都跟他有关。那甚至有些是为了纪念他，然后是分类学家收到他的标，那他们就把他的名字拿来命名，像什么施文豪是潘鸡啊，施文豪是赤蛙啊，很多啦，施文豪是长瓜牛啊，等他发现。好了，施文豪他有没有住在高雄过？不晓得，这众说纷纭。但是如果下次你有机会到高雄旗津，有一个英国领事馆啊，那个景点要买门票的那个吧，走进去的中间，它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它里面就做了一个雕像，施文豪跟他命名有关的动物这样。好，总之就是我讲的比伯就是有的，我们台湾西部是有的，但是呢，不起啊。所以我为什么我觉得啊，其实台湾以前西部就是知道这种果腹啊，因为我会去吃花或是吃水果，所以当也带有比伯，但是现在比伯就是台湾虎腹啊，已经变成是第几百位了。然后就刚好也是在去年年底，在花莲发现几只，哇，不得了。可是我有你们有没有去过冲绳本岛 Okinawa？ 好，我在冲绳啊，晚上也睡不着觉，我就喜欢去夜观嘛。冲绳的果蝠哦，哎，真正是就准。哎，如果你下次哦，下次睡不着，在冲绳比较北边的哈，那你们都去那国际通比较热闹的，你们就要到中北部比较自然一点的环境。哦，那个果蝠真的很大只嘞。然后讲到果蝠，大家就想到武汉肺炎嘛，对不对？好，就是那个武汉那边会吃嘛，他们吃的也是这个，或是东南亚，你也看到有人在烤这个跟吃这个，就是果蝠类的。好，总之就是跟这边大家补充知识，不好意思，这个比较不到课，我现在是在讲物种介绍。好，然后接下来介绍鸟类啊，步道会遇到鸟类哈。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台南的步道里面的惊喜，哎，因为我们常常，如果你有机会到比较山区一点的哈，在第二个大概也大概500以上就有机会遇到，就是或是比较隐蔽的山区，大概有机会遇到就是蓝腹鹇。哦，这个有没有看过？好，那下面这一张是我用红外线相机拍到的，那这只是亚成的公鸟，就是还没有成熟的公鸟，青春期的公鸟哈，但是它的脸已经红了。好啊。那因为这个蓝腹鹇的脚呢是红色的，所以如果你在生产店看到一只鸡，它脚是红色的，那就有鬼了，好吧？可能是蓝腹鹇。它因为它脚是红色的，很漂亮，所以我们台语就以花鸡，有听过花鸡吗？花鸡就是台语的这个蓝腹鹇。啊，蹄鸡呢，唱大学附近就会听到了。就是环境自然，环境叫啼鸡，因为它会叫，它会啼叫。大家好像在比认识那个外国人还陌生在。那这个蓝腹鹇是台湾特有种，那它的尾羽会有两根很长的白色羽毛，那它也是很有趣，它是被命名之后，它的本尊还没有被发现的，就是那个日本的一个采集者到阿里山区去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原住民啊，那个宗族都会带一个头饰，会插两根羽毛，会两根羽毛垂下来的宗族的头饰，然后就很新奇，因为这是雉科的羽毛，而且它一定是没有被发现过的。然
然后就先匿名了，但是还没有看到他本人。然后他就在那边跟当地的州族啊，就是用买的，买比较快，虽然是很快，哇，十几只，哇，就跟一堆鸡一样，然后就来了。然后他就送到日本去，送到那个台北帝国大学，因为黑田长野博士，他就把它命名叫这个叫复写。但是，他是跟着他是诗文好的，是吧？纪念诗文好的。后来呢，他寄到一个大英博物馆去，然后就大英博物馆就根据这个诗文好的功绩和功德，然后就把他后面那个学名也是诗文好，这是诗文。地质才是我刚刚讲的，然后被日本人买走了，然后说到日本人叫地质嘛，好，说供养给天皇。好，那这是蓝富贤，他是低海拔会看到的。那还有这个比较特别，是用台南的地名命名的生物，这个应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南溪泽蟹。有没有住南溪的？南溪有一种生物是以它命名的，所以啊，在南溪在哪里？南溪的溪都有啊，真的、啊，只要没有被整治的溪都有啊，但是很少，对不对？没有到会被整治的，有啊，还有几条啦，就是在。因为南溪的话，它有部分在郑州水库附近，然后梅岭，梅岭有几个年轻人在富裕啊，就是他梅岭家哦，那梅岭不是比较偏山，偏山的吗？啊，所以以对生物地理就是分布在郑州溪的上游，就是南溪那一区这样子。然后他也不会放过另外一条溪，叫康平溪啊，蜜汁没有，蜜汁有啊，蜜汁有，我们最近会去帮蜜汁做一些调查，就是，但是它颜色会变啊。那这一种螃蟹就是以很多口的地名叫南溪地名，那台南市不会用的。那南溪是水果之乡，你可以做一只南溪泽蟹爆水果，各种水果，每只手抱一个，还有八只手，那个叫爆八个水果，我们看一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嘛，哦，这个台南之光，但是却没有其他。哎，你不要看它螃蟹啊，那些小小之类，它是南特有种。那全世界有多少地方有分布？它没有多少，就只有南溪那几条溪没。它又很稀有，但是不好意思哦，它不是大型动物，特别你看，它也不是保育类。好，但是它的危机不会咬于一些其他生物，因为就这条溪，然后每条溪都在整治。啊，不然就遇到一些气候变迁，哦，干旱，然后它的生殖方式很特别。它不是像我们一般在吃螃蟹的时候是爆蛋，你在秋天吃到那个比较肥的螃蟹是不是爆蛋？螃蟹都有那个蛋，哦，对，它是爆小螃蟹，它的蛋比较大，它会变成小螃蟹还赖在妈妈的肚子，因为山区常常会缺水，尤其我们台南的夏天，哦，有些时候不是连续的雨季，是要等台风才会遇到下，那或者是水都没了，对。他就必须抱着那个小宝宝跑到流水的地方去，很辛苦哦。那为什么山区会那么？山区现在更险峻了。我在山上也看过那个已经来不及靠到水啊，妈妈也死掉，小螃蟹也死掉。因为我们山上的那个农业还是用水，所以他就会从很多基础的潭一潭一潭的啊，然后抽出来，那就没有。那再来就是整治之后，其实就是水泥化，那几乎不会流水。除非你有特别去做一些洞，不然它不会有水。这就是南溪泽蟹的困境。那，我从来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不觉得它应该要保育，但是后来现在我觉得应该要考虑。然后台湾也是宝岛，你知道台湾的陆生的泽蟹类的全部都是特有种，然后是区域性，几乎都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特有种。当然有些区域比较大，比如整个台南以南的那种。这种，哎，或是几个一个整个线，可是也有一些是真的只局限在几条溪的，哦，像这个就是，它像跨过那个一个山到那个老龙溪那边，好像美容那边有一种叫蔡氏泽蟹，啊，屏东那边有屏东泽蟹，然后日月潭这边有泽蟹，大湖泽蟹，很多泽蟹都是这样区域性，为什么？因为溪流被高山阻隔之后，这个螃蟹再练没办法翻过来的山了，然后几万年来它就独立在那个溪流怎样演化，就变成特有种。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介绍的，
以台南的地名为主，那几乎也可以叫台南特有种。我这不是科学用词啊，所以我就只写给你们看，自己爽这样子。台南我觉得特有种，那再来第一点就会遇到比较像泥岩的地形，还有我们的那个上次去的新化这个区域哈。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啊？泥岩呢？泥岩有什么特别？就是月世界很多化石，那有什么生态可言呢？这里面呢，其实我们有发现一些比较特别的植物，这个叫岩生秋海棠。那很特别是它必须在那个峡谷才有的，啊，月世界有地形有峡谷的，少数几个区域啊，就是在南瀛天文台后面有一个，然后在南化的我们叫西浦社区那边有一区，那我去看就是。像我们那天在新化比较有植被分布的那个岩壁，然后是很潮湿，所以那一片其实我看过好几次，我想认真找看有没有。不过刚好它是一个 U 型弯嘛，它阳光的生态蛮强的，所以它没有分布啊。那很漂亮啊，它是秋海，可是印象中秋海棠不是长在那个，它就是长在那个没什么肉、没什么土肉的嘛，土啊，没什么土的那个岩壁这样，就是在。泥岩的环境上会长这个秋海棠。那中低海拔还有这个啦，这个其实我们在新化也会看到，那一天没有听到，它的叫声有点像咕咕啦，叫咕咕，咕咕的是阿哥啦，但它是国语发音叫咕咕，咕咕。然后这个是朱鹂，另外一种黄色叫黄鹂，黄鹂台南还有没有？有，在我比较常记录是在中马濑农场，但是我就不敢确定它是野外的还是人家放的，但是至少黄鹂鸟在台南所剩无几啊，朱鹂还算比较普遍一点嘛。那我本来想上次介绍是因为新化可能会机会看到啊，请大家多追过那天我连看都没看到啊。那这个比较特别的鱼啊，叫条纹小爬啊，条纹小爬。那这个其实也是在泥岩环境的稀有会发生，那这个也是台湾特有种，而且只有在中南半南部的几条溪才有，它不是一条溪有，它到屏东都还有，但这样就是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我是用新闻，它下面这一只比较清楚，这是公的，公的在成熟期的时候，整个颜色会很鲜艳，然后会亮亮，然后肚子会整个橘红色。阿姆的比较没那么明显，眼睛有点光，很漂亮哦，很漂亮。而且这种条纹小爬是吃肉的，它会吃蕨蕨，很适合发展成那个宠物猫。但是呢，它的原产地已经快消失了。以盐水溪的上游，在佐证那一带有发现一个河段是有的，原生的。但是那个河段也是水保局就整治掉了。对，很多很多这种事情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我也很无奈。那个社区有想要富裕啊，就他们就把那个一些条条啊抓到社区养在水族箱，可是没有喂不对东西，因为它是比较喂就是比较偏肉食性的饲料啊，你去喂那个草食性的饲料，喂不对，讲忘灾了啊，那最后也没有成。那盐水溪上面的几个河段可能就所剩无几了啊。那这种鱼真的是很蛮漂亮的，那水族箱蛮漂亮的。那这但是应该我没有介绍之前，你们不知道我们家还有这种奇怪的鱼。这个跟不大不是没有关系啊，但是就是低海拔的生态里面，你看我介绍的都比较奇怪哦。也希望有给大家补充一些新知识啊，就是其实我们那种看起来月世界光秃秃哦。不是没有东西的，其实它是我们没有仔细去了解跟调查。那事实上，在这种环境还有一种虾，就是以台南的古地名命名，叫赤坎青米虾。米你就知道很小只啊，很小只，很小只啊，因为米虾大概只有一两公分大，那就虾米的，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它的特征。那也是在这种稀有环境，但是也容易让我们浅山，而且看起来泥巴泥岩的环境就像那天我们在新化林场看到一样，
就会做整治的，就是他就你再让我们好，那这个应该大家可能就比较常听过哈，就在沙仑农场那边啊，那这个是草鸮，但是其实草鸮整如果我知道的话，它是在整个比较丘陵地带大概都有记录的，就从白河东山一直到沙仑农场这边，大概都有记录这样子啊，但是不容易观察，因为它。晚上在飞的没有声音，啊，平常不会叫的，所以很难发现。那看到光照，它会有反应？看到光照，会不会反应？应该会啦，但是看那时候看有没有觉得怎么样？哦，所以不觉得怎么样就。所以强光照它不见得会跑出来，对。是跑出来，就是会要被你吓到，对。应该不会。不会。那它很特别，它就像苹果有一半的感觉。好，不过这个就跟大家讲，其实在淡黄金是有这样的奇妙的生物的。那这个比较特别是社大发现的，啊，社大在龙旗的月世界地形那边有发现这个，大家觉得是什么路？梅花鹿，对，有斑点。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梅花鹿跑到路上，你把它撞死了，你要不要负刑责？因为如果是野生动物保育法，不管是刑法一颗罚金还要被判刑，哦，严重的话要3年。哎，但是你撞死梅花鹿，就把它带回去当鹿肝就好，鹿肉肝，因为它是家畜，这是一个很没办法的限制。因为台湾的梅花鹿有记录的野生的，大概在1960年就在花莲，在一个陷阱里面，然后有一个记者拍照。大概就那一只之后，就再也没有野生的梅花鹿了。那到了这个1970年代，美国有一个联合国的基金会要呼吁全世界的鹿保育这个动作，那他也向台湾的梅花鹿就绝种了。那时候就从台北动物园还有一些养鹿场，啊，去取种，因为那个鹿可以取鹿茸，啊，所以有人在养。那就养来很开心，他就选了一个垦丁国家公园当成是他的繁殖基地。好不容易克服很多饲养的困难，然后终于可以培养出一堆梅花鹿了。那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大学3年，我还印象深刻。垦丁国家公园还办过手牵手把鹿赶出笼的活动哦，那就久了。然后呢，就学者去验他的血，发现说他不纯，他有套有位日本梅花鹿的基因。嗯。所以它是杂交种的饲养的家畜。那我们的农委会在1978年开始公告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育野生动物嘛，对不对？他那时候就没有在里面。那后来经过我们农委会去解释说，因为它不是野生动物保育野生动物，对不对？它是你养的，所以它叫做家畜。那家畜可不可以也放呢？你可不可以养一堆猪，然后把它放出来呢？不行，你也不能把一堆羊然后全部一只放出来，你要叫它回家，对不对？所以野放梅花鹿活动就被定义为弃羊，糟糕了，这就是啊，所以现在肯定很多梅花鹿在怎样，在哪里看得到？在饭店，因为它就是要模仿那个耐羊，这个耐羊的没事就喂梅花鹿，它现在就在饭店养很多小梅花鹿，然后那个。比如说，可能把那个红萝卜啊，然后弄得细细条条，那一条，那一份卖你多少钱？那你就喂小梅花鹿。可是小梅花鹿会长大啊，怎么办？那台南社大在月龙旗这个地方拍到的梅花鹿，我们推测可能是附近有一些养鹿场，然后可能没有办法跑出来溢出，然后也在野外长大了，因为在野外也没有什么大的天敌啊，大型天敌最多就是狗。野狗会追小鹿，但是长到一个程度，狗也追不到了，所以可能就不会飞了。那的确，这个是一者以喜，一者以忧啦。就是它就是曾经存在。那你知道我们台湾也有很多鹿的文化，曾经有港，因为鹿而得名的鹿港，就是出口鹿皮到日本去啊，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个翻色彩风土，就是清朝人画那个我们台南平原的。希腊雅族啊，
他们也是在大马路吧，跑一跑了。他们还不用骑马，他们是追的呢。你看那个图是，你有看过换色彩风图？在摄入，他们是用跑步去摄入的呢，很酷哦。他们真的跑那么快吗？不相信的话，你们最近可以去嘉里北投雅福花园去看，他们还有一个叫飞帆木，对，跑太快了，跑到前头都说：“哇、哦，你好厉害哦，给你一个金牌这样。”哦，我是比较夸饰版的，这故事是真的。你们现在可以到嘉里的一个叫北投雅，就北边的北，它头部的头，是西雅的雅，它以前就是那个消融社的编务组的据点。他真的有这一个人物，然后他真的是被乾隆御赐的，就跑很快啊，跑给那个乾隆看那样。据说他乾隆一匹马在御马跟他赛跑，就他跑得很快，就头发都变平了，啊，好卡通哦。但是就是真的就是，那总之我讲路就是讲这个啦，就是平埔族的路。那这个到底要不要让他，要不要接受这种生物在我们台湾的土地上，再重新？就见仁见智，啊，但是的确，我以后走步道有机会碰到他，我知道，反正社大已经拍了很多次了，好 ，OK， 讲很多哈，那这个是山上的一些工程的问题，那这个就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讲本来想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透过这个步道的课啊，最希望的是让大家可以去接近自然生态，那我举这个故事是。我们可不可以模拟野外的自然生态？好，这个大家有听过生物二号、生物圈二号实验吗？有没有？有可能没有听过的，注意一下。就是大家会想说，可不可以到火星上、月球上去殖民？这个梦想到现在也没有停过，对不对？那你到那边去，总要有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可以提供你怎么样生产食物啊，然后很多很多的这个。生态功能，那时候已经知道这个很重要了，所以就有一个有钱人，他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面盖这个巨大的屋子，然后有八个科学家啊，全世界都最聪明的住进去，然后把他屋子全部关起来，你的呼吸、饮用水跟食物都要能够在这里面完全的循环，你才有办法活下去，要不然你也别傻了，对不对？那因为生物圈一号是指哪里？就是地球啊 ，biosphere 就是指地球啊，生物圈啊，所以我们人类做的叫做二号嘛，那把一号经典地球啊，因为地球就是 biosphere 就是生物圈嘛，所以这个实验视野很有趣，它是叫二号的意思，它没有一号，因为一号就是地球啊，所以这个给大家知道，那有没有成功？如果有成功，现在应该早就在月球盖太空站了，对不对？没有，为什么呢？他后来发现几个问题，就是，他没有，他有知道要受粉，所以他也带了那个风箱进去哦，蜜蜂，那希望蜜蜂可以帮忙受粉，那这样才能够结果实。结果没想到蜜蜂没多久就死光光，这代表什么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只靠蜜蜂采蜂蜜的蜜蜂去帮我们受粉是不够的，可是大自然里面怎么有那么多的果实可以让我们吃？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受粉物种。那些可能是我们讨厌的、看不起的、看不上眼的，可是它很重要，它帮我们受粉，所以这是第一个发现说，哦，生物多样性其实很重要。那第二个是细菌的部分，我们完全搞不懂，因为土一定要有土壤才能种东西，结果细菌在土壤里面大量的分解，那消耗掉氧气都可以把整个那个实验室啊、那个温室全部都消耗掉，那人就会暴露在一个缺氧或者二氧化碳。比例太高了，那这样会怎样？会死翘了。所以他后来就好像后来他们有出来写那个回忆录，大概在几个月之内，他们就把窗户打开了，就受不了，没有对你会死掉。好，那另外水的问题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看看啊，这个生物圈啊，二号给我们的启示啊。好，他这个是现在还有几个大学后来有接手。这个生物圈二号的实验室，当然是去了解这个系统到底人类的有没有办法完全去模拟一个生态系统，不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就对了。所以我在想哦，大家不要急着想要去移民火星，好好把地球顾好，好吧？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啊，休息一下。
比较摆在后面。那这节课跟大家分享几条我们在台南哦，这个可以走的路了，走的步道。不晓得大家除了新化林场后山这一条步道，还有没有知道哪几条爬山的路线？分享一下，这个佛像我们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把它画出来。曾经啊，苏焕智做台南县长的时候，因为他喜欢，所以他请了台南县登山协会帮他做了台南县的小百岳这样子。但是呢，年久失修，所以很多步道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走了。啊，我今天要介绍几条是分成两个层面啊，一个是网络上查得到的，就是有所谓的小百岳这个系统，另外一个是台南人会去走的，那比较不有名的，但是至少是条步道。那但是也因为比较是属于地方层级，那如果去的时候发现路不好，就赶快回头，因为表示没有去维修啊。好，那在进行这个课程之前，先问大家，请问你步道属哪个单位管理？很多。那有没有人管步道？好，那我们讲啊，步道其实第一个叫做国家级的步道，那个就是有林务局在管理，因为大部分在山里面，所以大部分是林务局。那有一些是国家公园管，比如说玉山是国家公园的。那像什么八通关古道这种也是属于玉山国家公园，所以国家管的大概就喊得出名号。然后再来一个层级叫做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管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稍微有点山区，稍微有点挑战性，我还蛮推荐嘉义的。嘉义的大阿里山有个大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注意它名字很热热场，是因为它是属于观光局的单位，叫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就是大家在简单讲，你们应该知道国家其实有不同单位在管的哈。那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跟国家公园、国家风景区就是不一样的单位哦，不要搞混了，不一样。那林务局又归林务局，所以你今天要到一个地方去走步道的话，你要看一下它是哪个单位管的。那刚刚讲林务局是大洲，在国家公园里面的步道是国家公园管，再来像还有风景区管理处。那推荐大家如果路程开车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到，那你又喜欢走的话，大家的生活在风景管理处的几条地方都还不错，这个就不在我们工作今天的分享范围，那还不错。那另外就是地方层级的，那地方层级的话，有一些是山友自己走出来的，好，那山友自己走出来的话，谁管？那就调回来。如果你那样走的路是经过保安林地。因为有些不限的是高山叫林班地，叫保安地。那出事的时候，林务局其实也不是很想管，因为他也没有让你进去，但他就是咬我们这样。所以我们的层级就到那几个层级，县市政府的层级几乎就比较少。那可能台北像什么叫象山啊什么的，他们礁山比较多，有一些风景单位在管，那可能还好。那或者是台南。可能县市层级外有一些观光单位有在规划的，那可能还可以。再不然就像新化是大学林场，所以最近苏奎啊有讲一个叫象山之计嘛，就是开放山林开放，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吗？等一下我们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对，这个其他老师有讲过，没有提到，但等一下我们谈这件事情。那我跟你讲，先讲。谁管？是因为等一下，如果我们讲到这步道，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要找有没有单位可以帮我们提供协助，或是怎么样？这是我要想，就层级到县市的话，可能有些人可能就要自己注意一下，不见得每个步道都有人管。对，那我要讲的是早期啊，你看民国92年哦，就是那个百岳已经爬得差不多了，对不对？那时候我们的内政部。体委会就希望大家可以出去走走嘛，就弄了一个大家这个登山协会让大家投票的。那有一些步道不好走，或是有被除名哦，也是有被除名的哦。所以小百岳是有一个名号的哦。有听过小百岳吗？有听过啊？有走过几条？没有，那可以开始尝试了。
小百岳不都没有那个百岳那么高了，但是也不见得好走。但是因为它在郊山，其中有几条最近网红很爱去啊，就在别的县市就不讲。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台南啊，台南它列了几条呢？它选了大概三条这样子。OK， 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大洞山，但是这个大洞山不是这个大洞山，你看这有两个大洞山，所以两边被大洞山挡约定啊。哎，我们下礼拜去爬大洞山，好好好好，结果你在台南等啊，朋友在嘉义等，就取完，所以你要讲好是哪一条。那嘉义的大洞山是国家森林步道，跟着哎，他对国家森林，它是林务局管的，很特别哦，它是林务局的步道，不是大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步道啊。但有在规划就比较好，至少路线啊、几里程数什么都有标示。那这条大洞山呢，不晓得在座伙伴有去过，有去过举手一下。明白。哎，好不好走？算好走。那沿路都是走在冰潭里面。现在冰潭被更新的吗？对。种什么？叫是竹林的那个长竹林。那我自己去走过一次而已啦，其实我也没有走，因为我大部分是在旁边的环境去做调查，所以爬山不是我的目的，我都是找那个调查点。但是我去过一次嘛，那大家可以尝试啊。那它是你可以把车停在那个红叶公园，跟着关岭分校附近啊。那个以前有关镇有一个国小，它现在变成仙草国小的分校了啊，所以你要停在关岭分校那附近。然后你可以慢慢走上去到临县这样，然后就有人在唱卡拉 OK， 那就是差不多到了。现在应该还是有人在唱卡拉 OK 的。我那时候去的感觉就是，哦，太阳好在那里哦。好，那是台南的最高峰，那之后还要走临县走一段。好，大洞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这个网站大概 Google 一下，1.5小时来回吧，还算轻量级。那第二个是坎头山，那坎头山我都比较熟了，因为我比较常在那边做调查。坎头山，你们要找的那个点叫做仙公庙，哦，东山不右仙公庙，大家去过吗？好，那大家需要做笔记吗？我还是我一边用这个 Google 地图，让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有坎山，好像是连山哦。对对对对。二尖山，三尖山，狮球岭，狮儿山。圆山的。我带主要是 A 赛，对，那这个就是这里有一个关岭分校，好，这个是看一下这个地方，仙草国小的关岭分校这边，他从这边一直跑到。跑到这个临县这边，好，对，来，所以从这边开始走，大概1.5公里处。那我做广门嘛，哦，大概到，好，这个算是爬台南最高峰了。那你就沿着175公路哈，吃完这个。白河的什么长安街之后，就沿着175公路一直走，然后就可以到东山福佑仙公庙啊，我们这边。那福佑仙公庙的话，这里没有什么路基的啊，但是它的那个，就在大概这个位置啊，仙公庙。然后呢，好，这个庙后方这就有一条步道。你就可以走到山顶。那一般大概在一个小时到1.5小时的走法，就是你上山之后呢，往右切，然后切到这个临县的这里有个岔路下来，再沿着产业道路走下来，然后再就是陡上之后，然后沿着临县，然后到那个我们叫三尖山的岔路口，然后就走下来，这样，然后再大概1.5小时，哦，蛮好走的。那这里面这个地方呢？这个停车场基本上是你不要开上来停，你就停下面就好了，啊，不然这边位置不多，啊，因为它是一个很高的高架建筑，它
撑不住的话会滑，所以大家就跑去顶下面就好，不要顶上面。然后这里面如果肚子饿的话呢，在它的这是三楼，在二楼这里呢有个餐厅，全是素食啊，非常好吃，因为它的硬食量很好吃。然后那素菜都是每天现煮的，啊，如果你真的比较多人，可以跟他预约。那总是到庙里面，他不会给你收费，但是你就自己点个香油钱就好。他可是我那个贫穷的学生时代，我有个样品在下面，他旁边有个水池，他现在在，我有个实验的样品在他下面，他可是我度过漫漫长夜的食物来源。后来大家啊，他们点个香油钱，因为他有香油。那就我就做，不用说三更半夜做完调查还要赶回台，太累了。他说骑摩托车，这也是我的一个亮点啊，所以算是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走回来的产业道路，然后它的生态很丰富，就我刚刚提到还有野产。那如果五月份去走的话，会看到野产。好，那这个是小百岳的第二种。那另外还有像这个是竹子尖山。哦，这点我就没去过。他是说在那个湾丘村，梅岭啊，就梅岭 啊，我知道了。他这一条路现在比较有名啊 ，OK， 他最近比较有名的是叫五龙园，然后干嘛呢？晚上去看萤火虫。五龙园啊，它啊，这叫竹子尖，叫梅岭。那这里面的话，原则上像这个。你要做一下功课了，好像这个民风不到五山，现在这一条是比较多人在走，因为它就在主基层，好像梅子基的那一堆的那一条路走到底之后，有个停车场，你就开始走这样子，啊，很陡哦，脚头不好的人要带个护膝，啊，就楼梯要一直爬上去的，比较陡，这个是二层平这样，这个推荐的，不是推荐，就是。五龙登山步道我是有走过的，这样，那它有一部分是走在水泥产业道路这样。好，那大概是这个情况。那春季会看到，就是冬接春季的时候，年底到一二月可以看到梅，看那一年的寒流，它还蛮漂亮。然后他们社区也造景造得不错了。好，那最近如果想去看萤火虫的话，可以上网去查一下梅岭的一些观光资讯，因为梅岭的萤火虫状况不大一样，可以看一下。好，这就是第三条哈，属于小百岳的这个台南段啊，没有。那台南有没有属于那种国家级的，就是有林务局管理的那种步道？有一条，但是在跟高雄交界，在那个南化水库，在快要到瑞丰那边，大家知道我讲的地图是吗？不知道没关系，来看一下地图。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南化水库对不对？南化水库里面有一个聚落叫瑞丰。啊，里面有个国小叫瑞丰国小，它应该是全台南市最难到的国小，哇，不厉害很难，光到台南市到瑞丰哦，一样台南市哦，它可以开两个小时，对不对？都已经可以开到台中了，怎么开到台中？太远了，这个国小。那我们之前因为有去帮社区做一些调查，我之前也给我们干哦，这啊太远了。那就在这个地方，台南县市交界的地方哈，有一个叫做。六义山的步道，六义山的步道，它不是都在台南啊，那它是属于台南跟高雄甲仙交界的界山，但台南就这边可以进来，啊，大概就是你走南横马啊，路过南化之后，啊，快要到甲仙这边，你看大概在要转进去这个瑞丰的路上，这个岔路口。过来一点点，大概再过来一点点，这个就是六一三登山口了。好，那六一三登山，它就有一个六一三登山口的路标在这边这样。那也有一些人是从甲仙爬回来，甲仙那边也有一个六一三登山口，所以你可以做个功课了哈。那这个是台南少数是属于
林务局管的，像这个台湾森林游网游列的步道呢，是林务局管的，所以有这个六义山步道。好，那这个是，所以在林务局就有这个步道的资讯啊。好，它大概要花3小时，这样子。那这个是国家有公告的，另外还有几条小步道，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假日大家想去走走的话，哈。还 OK 啦。首先有一条呢，它是在，如果就地名上，它也叫仙公庙，可是它很矮很矮很矮，在哪里呢？在六甲，在乌山头隔壁，哦，那个海拔很低哦，但是它也找不到，它叫镇南宫，有走过吗？有吗？在。那边比较有名，反而是工研院，欸，工研院底下，哦，然后这边就是乌山头风景区，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哦，但现在不能去嘛，不然去了之后你要隔离14天了，哦，知道吗？现在还有吗？是一个景点，没了哦，解禁了，我不晓得，总之我也莫名其妙，为什么乌山头会变成是要被警告的景点？然后他就你就沿着这个乌山头这条路啊，一直往工研院开。就在路边有一个庙，它就叫镇南宫，然后就停在那个柳田，然后走上来。这条步道其实不难走，但是它就是沿着这个小林线啊，就是到乌山头水库的那个林线上面。哦，那我是蛮热的啦，啊，那主要的林相就是竹子而已，啊，也不是很凉的。那因为海拔不高嘛，所以其实这边大概就是低海拔的山，大概跟新化差不多这样子。好，哦，这一条礁山。哦，那也很好走。那你吃完在六甲吃完饭，或是爬一爬之后再去吃六甲的炒菜泥啊，哦，啊吃个冰啊，马祖庙前面那个冰啊，嗯，欸，我去还是贡嘞，你看笔记啊，那个手抓冰你们吃过吗？手抓冰不是就开喝，然后会戴手套，不要担心。哎，但是把抓冰抓好之后，那是用手抓，然后它里面的料都是自己做的。欸，很古早味。如果你喜欢，有吃过米的或懒的抓冰吗？好好吃。欸，你有吃过哈？有。欸，阿公贵很好吃。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自己酿的那个欧奶。你像古早味的抓冰要吃那个凤梨酱。好，没事。好。然后这六甲。然后另外呢，还再往南一点啊。比较特别在龙旗那里，哦，大家有走过吗？龙旗有几条步道，好，一个叫虎形山，虎形山是台南市的旅游网是有介绍，不是虎山哦，虎山底的，你糖厂，人人糖厂边那里哦，哎，黑马是几条步道，那个是散步用的，好，往美拍照用，但是虎形山还可以走，虎形山它有名是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叫。什么山祭啊？空山祭对不对？因为平常就博览就看看嘛，所以空山，他有做一些艺术啦，啊，所以空山祭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啊，原来龙旗还有这个点哦，这样，就是在虎形山。那虎形山的话，我觉得还不错，是沿路可以听到一些低海拔的鸟类的声音，像什么，等一下会介绍一些鸟啊，就是。像大概低海拔的鸟类这边大概都容易看得到，好像小弯嘴啊，什么雀花鸣这些东西，那也不难走就是了。那我不要很多，但是自己要小心一下。然后他就会看到那个，后面就是龙旗的月世界地形这样，啊，这是一个。那同样在龙旗也有一个叫五尖山登山步道，那是在健行笔记有登录哈。五尖山也，你就是一样是过龙旗，一直往，这个高雄的那个内门的方向开，然后就在路边就是五尖山的登山口这样子，啊，就可以从那边爬上去。那其实基本上就是健行用的，啊，健行这边也是比较热一点，好，然后它有一个龙船窝，那社大的伙伴有一个环境小组，环境小组在这边就很熟，因为他们要去帮龙旗这个地方去。就是做一些调查，然后去帮他们守护那边，不要变成垃圾场，啊，
所以台湾社大和金小学应该对这边还蛮熟，但是没有去过五间山步道这些，然后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差不多那个附近这样，所以这也是一条步道。那有一条步道比较特别一点哦，是，之前规划不错，但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地方小型的步道，它没有人管理就不见了，哦，这个很可惜，不是不见了，还是可以走，只是说你走起来会毛毛的这样。在东山的下面这边哈，这里叫林安森林步道，林安森林步道的，然后它就在往东山的路上一个转角一个庙的路口，这里有很大的转弯，然后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篮球架一个停车场。然后走上去，它的海拔也不高了，那也都是竹子这样子。那其实，在苏焕智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提到他很爱爬山嘛，那个时候都有人在整修。那甚至包括刚刚大家有提到，在那个坎头山步道这里了哈，它的后山其实是连续的，这边有一条步道群就对了，有二尖山、三尖山、四合山，它有一个零线这样，还有我刚刚讲的后大埔古道。后大埔古道就连这个都没有，对不对？因为原因是因为那是他们自己在地人在走的，那有些山友知道就会去走。那那条路，路径还不错啊，就是因为台南市的山友还蛮喜欢走的，虽然好像没有被登录了，但是那一条还不错这样。对对，他没有办法爬到中途那边，但是他现在是沿沿着零线是可以走到仙公庙那边下来，大概要三小时这样。就是有走，而且我前几天才跟那边的在地的那个山羊，就是很会爬山的东山的一个朋友在谈嘛，他们也才去探路而已。那一条路比较，看一下。仙公庙，它在仙公庙的下面有一个三合眼这边，然后开始走进来。不，地图上可能没有了，地图上可能没有，但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区块，差不多在这个区块。然后这里面我以前很爱带生态观察，是因为这一个地方三合眼在里面一点点。它有一个很大的樟树造林地，那这里的樟树呢，大概要三个到四个大包。那这边我有访问过他们小时候，大概16岁自治时期啊，扛着树苗上去种树的一个阿公，不过他应该不在了。我是十几年前去东山做调查的时候访问，他开着他只有2束变束的小麦曲，红色的麦曲。开在将近75度的峭壁上，我吓死我了！我说：“大哥，你是开得上去吗？”没问题啊，吹啊，只要载我上去那个地方。然后，总之他很感谢他带我去。然后他就说：“我小时候啊，我十几岁就被那个日本人征召上去那个种树，那真的很大，那个樟树很大，大概是我看过台湾那么大的樟树还成林，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种完就被砍掉当蟑螂。”啊，在就是那个三合眼这个地方再进去，那个樟树林，我会带大家去做夜观，看萤火虫，看飞鼠，看什么。然后大概就从那个樟树林开，就是这个点上面那个路哈，白色的末端开始走上去，然后走到林线，然后再从林线那边切回来，啊，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坎头山，啊，就这样切走回来，没有到那么远。就从仙公庙这边走下来，走到这边，然后再走下来仙公庙，大概要三小时。那目前他们，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在山上做那个叫环境教育的推动，他们现在是在整理那条步道，
那未来我们会把它开发出来，再走一次。那一条左边才走，你才能走。你从你就是我刚刚这样讲，就樟树林上去，砍头山下。哦，你也可以通了，可以通，路况还不错。对，安利给我。嗯。走走看看。要慢慢走，慢慢看。嗯。两个半小时。嗯。差不多。那你有兴趣的话，你是自己去定点观察还是？就去爬山。现在讲一条，这不容易，就是我们线。也是走后大腿大腿。六级的顶峰吗？嗯。赵文龙，不认识。不认识。哎，你知道那一条不容易。前就是上个礼拜去走的后大腿。嗯。后大腿到已经减。嗯嗯。减。对。走到五。然后这个礼拜就走。所以你是有计划性的去走这些小径？应该算去探勘了。啊，你有没有在写部落格或脸书？因为你知道现在能够找这些小径的，都是只有人家的部落格资料。那这个很重要，是因为爬山的人都会做记录嘛。你大概花多久时间走到哪一个转角啊？怎么样的？大概会遇到什么事情？他是刚好最近路有开出来，他之前路况是不好。嗯，好，期待啊，期待你的网站，不是脸书。好，那我这个部分先讲到这边，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这几条步道，是因为哦，其实真的很可惜，我们这个台南区域的一些路径其实没有被认真的去做探勘跟整理。那像这几条，如果大家有兴趣。拨个空去走啊！如果我要讲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啊，想顺路这样走走，拍照两次的哦，计时间，是第一个是看大家那个脚程哈，那大概多久？因为如果你人家网站写大概20分钟，结果你走了2小时，那表示你迷路了，都还没看到问题，那表示有问题。所以你知道这个登山爬有爬山经验，应该都会看人家的笔记吧？好，你也可以挂了建笔记嘛，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功课。那哪里可以休息，或哪里有什么东西，应该就这样。那有几条步道，我是觉得这步道有兴趣慢慢建构出来这样子。好，那上个礼拜那个谁，明谦老师有提到，新万里长后山的骆驼峰，有人去走过吗？好，那边有白马神庙这个地方，不过白马神庙不是拜马，它是宠物的那个陵园而已。好，这叫大坑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如果过过白马神庙，再过来一点点哦，这里有，哎呦。这里有一个空地，这个停车场。啊，走小圈的话，像我们家比较短程啊，就是练脚力这样，半小时就会搞定了，哇！哦，就是停在这边，然后往上跑，这条小径，好，然后跑到哪里？翻过这个几个山岭之后，到这个叫绿谷西拉雅。啊，如果没有时间，就会再走回来，啊，就走回来这个停车场。啊，如果有时间，就从绿谷西拉雅这边再切。切到从这里，这里的乌山谷啊，这边切进来，好，然后这里有一个小路这样子，大概就从这边出来，不是这个什么公司啊，会从这边借出来，这样，然后这里就会有一些黄土基层啊什么的，不是，就是在卖菜啊，卖什么，然后这边有一条小溪、啊、然后这一圈就很大圈了、哦。那你走到这边的话，因为你没有停车嘛，你就必须再走到这个这条南168，然后再走回来白马神庙这个停车场，这些就比较大圈。那也可以考虑说，走到西绿谷西奈亚吃个爱玉冰之后，再爬上这个林线啊，骆驼峰啊，这里有几个高峰，这叫骆驼峰，再往这边切啊，臭头旗跟臭脚旗这个名称这边哈。从这边切过来，再从这一条南168之山这个
小径再走回来。好，所以大概，所谓的骆驼峰指的是从白马神庙这边它有两个山峰，这个骆驼峰，这个还算好走，这样，好，那这是杏花林场，杏花林场大概在这边，啊，大部分都会走这一带，我想以白马神庙为主的这个区块，或是从这个，这里有一个路口哈，不是很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在这附近你看到有人停车就可以跟着停，走看看，反正这几圈都还蛮不错的。那我接下来要讲说我们，说这些步道如果大家都有兴趣，慢慢堆积，那或许可以变成台南步道学的一个功课了，慢慢累积，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部落流程建构出来。那步道有人走，不是只有知道怎么走嘛，我们希望可以看到的是里面这个生态跟一些这个可能顺便帮他寻护跟维护的概念嘛，这样，不然如果没有人走，就久了就草也长起来，路径也不见了，这样。好，那我们进山要进去山里面要看什么呢？除了有这些健行的功能之外，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一些在地的自然环境。那我现在介绍的是，其实我们那天在新万林场有机会遇到的动物，但是不巧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或怎样都没看到。首先我们要认识的是这个叫朱颈斑鸠，朱颈斑鸠大家在台南市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就是鸽子的体型，然后脖子这边有黑白相间的鳞片，它的叫声是呼呼呼呼，很像猫头鹰，但是白天的叫，就是它。那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叫红鸠，一样是鸽子类，鸠就是鸽那一点嘛，就是鸠比较小，红鸠比较小。那红鸠很多的时候，它会占据整个电线杆，所以乡下很多就是红鸠这样。红鸠比朱颈斑鸠尾巴还短，它身体比较小。那它的体色就是，身体是红，砖红色，然后有一个黑色眼睛，那头部是鼠灰色，老鼠灰的。那这是公的，母的稍微咖啡色一点的，这有看过红鸠没有？那这是平地比较常见的。那在新万林场我们也看过绿鸠，绿鸠在叫也是很恐怖的，我忘记它怎么叫，但是就是不是很好听的声音，呜呜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很像猫头鹰，但是你会以为，但是它故意的，那绿鸠它，我们后来发现它有个习性，它其实蛮也会在晚上活动，所以有些时候会误会它是猫头鹰。那绿鸠很漂亮，但是因为这是拍照的，摄影师拍的，各位你在山上不会看到这么漂亮，你会看到一只黑色的鸽子，大概就是绿鸠了，因为光线的关系它比较绿。那另外这个就一定看得出它的颜色，这叫翠翼鸠。那这个翠翼鸠蛮特别，它不是喜欢在树上活动，它会在地面上啄东西吃。然后它翠翼就是整体是咖啡色，只有绿色翅膀是翠绿色。然后这个在低海拔的林道里都会有看到。好，这些都是基本上我们在新闻场就会看到的鸟。然后五色鸟，好嘞，那这就是那天听到咕咕咕咕咕咕的。敲木鱼的声音的鸟，那哪里有五色呢？这里有黑色、蓝色、红色、黄色跟绿色，加起来叫五色。那五色鸟经过我们这几年的科学家分类研究，它现在是台湾特有种，台湾特有种。它一路本来从亚种变成特有种，然后本来叫五色鸟，叫做改成叫台湾拟啄木。又改回来叫五色鸟，反正就记得它叫五色鸟。那还有这个是我那天讲小啄木，好像打嗝，对吧？那有吧？就中间一下就有，就是它。那小啄木就是啄木鸟了，它只是身材比较小的啄木鸟，台湾体型最小的啄木鸟，也是最常见的，连我们台南市的公园都看得到。所以啄木鸟不一定要上去啊，所以那天有。很可惜没有机会看到。好，那这个是大蕨尾，我们应该有听
在平地或是农地可能看过。哦，嘿，他用欧秋啦。哦。啊，听过他的童谣吗？欧秋，欧秋，家己叫，食饱粪头，食饱粪头，因为他是吃虫的啦，所以吃到毛毛虫，嘴巴会很甜嘛。他就在树干上这样磨来磨去，磨嘴巴，像不像我们夹着虫，夹着东西沾酱油？有想象力一点哦，假巴混蛋，假巴混蛋，好吧，哎，魔丘魔丘，哎，好，那另外就是比较高山的，那、啊、这个就是我们那天提到的黑枕哦，很漂亮哦，然后它的黑枕在这儿、哦、不是很明显，但是蓝色的头顶有个黑黑的，像那个犹太教的小帽子，啊、哦，就戴着那个，不知道以前看那个清朝的装扮，就瓜皮帽嘛。然后常变的冠名帽，我刚才在一戳嘛，是黑色。那下面那一只比较蓝的是公的，那上面其实有一只啊，但是身上比较暗一点的话是母的。那它的巢也是在那个林森林大概比较中层那一段，所以它不在树冠，也不在地上，它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中树林的中层，然后它就会筑一个带状的巢啊。然后呢，它吃的是虫子啊。它主要是以昆虫为主，所以它会在森林里面去追逐那些飞虫。那这是那天也常听到的嘛，嘎嘎，树雀啊，这是树雀啊。那树雀还蛮普遍的。那不过大家在台南市有看过树雀吗？会有会，台南市的树雀啊。我前读成大的时候，我自己有发现一个现象，它大概会在冬季的时候，从比较高峰山区的时候跑过来市区，可是平常比较不会。那这几年我发现有一些公园里面还可以看到树雀，就是它已经留在台南市区的公园绿地，但是比较多还是在靠近那个丘陵地了，在比较靠山区这边比较多。那它是鸦科的啊，所以。其实它就是也是跟乌鸦的习性差不多，就是杂食的，什么都吃这样。它跟喜鹊。好，那另外就是有听到滴滴滴滴滴有吗？好，我一开始就白板上有写河沱江鸥跟灰头江鸥，它的本尊长这样，这是河沱江鸥。那它的身体跟它尾巴都，我是觉得差不多长，啊，它尾巴这样，它在叫的时候，它尾巴会翘起来。在抖抖抖，好，这是河沱江鸥，它喜欢在草丛里面。来，那这个叫灰头江鸥嘛，就长得不大一样哦。这样你看它的头就是灰色，这叫灰头江鸥。那它的叫声就变化比较多。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它的叫声，不然我怕我找声音会不会太久。好，你先好，然后也来活动。其实那天应该有听到白头翁，只是因为白头翁可能是太常见，所以我们都没有理他。这是白头翁啊，白头翁叫声怎么叫？大家留意一下，巧克力啊，滴鬼滴鬼，巧克力啊，滴鬼滴鬼滴鬼，我这样记的。好，你们通常如果没有太早起，大概就听不到他在唱歌了。他就在清晨时候还唱歌，他平常在公园里面会听到。好，看看我们有声音，我先听灰头交音的声音。哎，这是照片。好，这是白头翁也常见的，那这就是红嘴黑背啦。那这一只的颜色哦，为什么比较偏蓝哦？是因为光线的关系啊。大部分我们看到是这样子，
哦，如果啊，黑到连眼睛都看不大到的，然后嘴巴红的，脚是红的。这个，这是我被头敲那个声音，就是那天我想吹口哨，吹不出来。怎么进啊？就气息一个回来。气息有气息你要采的，气息有气息有所以他就请那个蟾蜍，哦，去帮他取火。就蟾蜍说：“好，我帮你取火，然后跳去游到那边，拿到火种喽。”但是问题是，他怎么回来？游泳，所以泼到水里就活了。好，那后来他们就请他，最后就请他的红嘴黑背。他本来是黑色的，他本来是彩色的鸟，可是因为他就是被那个炭火熏到，就是不像哦噜噜这样，然后嘴巴跟脚都。加的这个火种嘛，所以都烧红，有没有很贴切？哦，所以它怎么很漂亮？就是为了人类就牺牲变成是红嘴鸳鸯，你看，然后声音都哑，你看叫的那么难听。好，所以布隆族人会不会吃它？不会，因为没有做 啊，不是啊，就是它神话中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它干嘛吃它？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布隆族的故事。哎，还有别的族群。剧本差不多，但是呢，地点有换过，还有就是那个动物出场顺序不太一样，这样啊。好 ，OK。那这个也是我本来那天想要有机会遇到的鸟了，这个叫小弯嘴画眉。那你看它这个看起来就派哦，眼睛很凶，嘴巴很那个很厉害。好。那特别介绍给大家，是因为大家如果在台南的礁山啊，遇到它的机会是蛮高的。
应该有听过，爬山的话应该有听过。那这个在，它是典型嘛，有的时候会滑滑滑滑滑，然后它会在我们刚刚说黑枕的话是在中上层那个枝条，小板嘴是在下层的枝条，还有草丛它那个位置，它比较不会飞到中层，所以更不用说它会到树冠，所以它是比较低层的，那它会在下面找虫子吃，这样。那偶尔甚至会在地面上看到它在挑那个叶子，这样，就是小弯嘴嘛。这个呢，看起来毛茸茸，对不对？可是要介绍一下，它也是森林底层的鸟，那它就不大会飞上枝条，它就是在地面到底层的树的底层那样跳来跳去。基本上都是见身不见人，因为它又隐秘又黑，人家森林底下那个光线不足了，你要看到它本尊很难，但是还蛮常听到它的声音的，它也是蛮普遍的那个低海拔的鸟类。好，另外这个也常听到，这个是绣眼画眉，这个那天其实是有的，但是因为大家在讲话的时候应该要出现的鸟，好，鸡鸡也是它的声音，那这个那一天没有。另外这个绿绣眼，前提下大家应该在公园里面有机会看到，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公园左右应该都有机会遇到它，这个就太普遍了，就不看了。那另外还有这个是我们那天应该要出现，但是竟然没有上班的大浣鸠。那老板姓万，他是在地的原住民，就是西奈雅族的后裔，姓万。啊，万就是以前那个清朝政府是那个所谓的熟番啊，姓啊，
的其中一个，那在那边还有姓刀的，刀子刀，姓买卖的买的，如果女朋友姓买的，大概也是那边的西奈亚族。好，那个万俊明万先生，他是一个生态纪录片的导演。好，所以大家有机会到绿谷西奈亚去的时候，就看到他很多的摄影作品。然后他本身也是很多台湾生态纪录片的特别摄影师。然后为什么举这个？是因为他自己在他家无聊就架了很多自动照相机跟摄影师在他家的山谷。然后我们去的那个新化林怎么样的地形啊？哎，会有大龟就下来洗澡哎，然后会有大龟就跑下来抓蛇，因为他喜欢吃蛇。好，所以那附近刚好就那个万俊明，他就记录了这个生态。所以每次在那边听到大龟叫，我就想到我看过那个万俊明的那个照片啊，还有那影片，就觉得蛮震撼的。那它是蛮普遍的猛禽啊，然后也很大只。啊，那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它哦。啊，它就是算是生态指标之一了。好，那另外这一种凤头苍蝇，现在比较常在哪里看到？其实台南公园就有了，好，包括成大校园也有，啊，包括这个台南公园也有，啊，包括八克公园也有。那甚至呢，它会跑到这个街上去嘛，那水平湾公园也有。那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有一位这个郑什么我忘记了，叫桑一倩啊，他的脸书的名字，他就是凤头苍蝇的狂人的，他就追着台南市的凤头苍蝇，然后每一只他都认识，然后每一只他生了哪些当爸爸妈妈的生了什么他都知道，大家有见他的脸书吗？桑一倩，他们如果有兴趣可以讲那。因为我们有请他，就是听过他的演讲，然后我就看他的演出，每天他都在追台南市的凤头，而且他可以拍，就是已经追踪到说哪一只生小孩了，第几代了，谁是谁的小孩都有，超棒。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些生态观察，你也不用一定要跑很远，对不对？你看台南市就有这么好的素材，而且你只要专心追踪你的生物，哇，那不得了。那连我认识，就我的学长当年就鸟了，他说连他都不晓得凤头苍蝇有这么多的生态习性，而且很多的新闻几乎就是都他第一手的记录了。如果他有演讲，大家可以听。那我要讲是说，凤头苍蝇是很典型适应人类生活环境的一种鸟，他反而不是反而，就是他在人类的环境里面可以活得很好。那为什么呢？它可以在都市里面，像台南市这种环境，它能活得很好。大家想想，我们想说猛禽应该都住在野外，对不对？台南市有什么东西是它爱吃的吗？它爱吃甜食的。为什么？因为这边的老鼠也是甜，吃的很甜的。看什么？它喜欢吃松鼠啦，吃鸟类，所以刚好公园有没有松鼠有嘛？哎，有没有很多？鸟在筑巢也有啊，所以它就在公园住下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台南市里面就有的。那更不用说我们的那个步道里面大概都会有。不过，怎么辨识啊？凤头苍蝇的公鸟会有这个工蜂群啊，不是女生，是公的才有这个工蜂群。所以你看，一只母禽在天空飞，然后它的尾巴哎多一撮，屁股上多一撮白毛。然后大概就是凤头苍蝇，大概就这个可以做辨识啊。那是刚刚有介绍的朱鹂。那我想跟大家最后的，差不多是最后的没错，介绍一下台南的经验啊。其实我在台南市的步道里面啊，我还蛮期待遇到这种鸟，叫八色鸥。那台南市是有的，那新化那边也有这个记录，可是不多。那大部分知道八色鸥都在林内。他喜欢在低海拔的环境的溪谷里面去做筑巢。那我也是通过万俊明先生知道，就在绿谷西海，就他在监测那个新化的河谷里面是有这个八色鸟，他每年都要就跑进来，但是没有像林内或那个其他的八色鸟来渡冬的那渡夏天啊，来夏天的那么有名。那为什么说八色鸟特别？是因为它是夏候鸟，它是来台湾。繁殖的，好，那他喜欢的环境就是我们那天渡过那个河谷，就是被铲平的，那个河谷的边坡，啊，因为河谷这
低矮的河谷它的水不会太多，然后它很潮湿。我们不是有路过一段，然后有一个那个小姐她看到一条很长的蚯蚓吗？你看它下面那只是什么？它就吃这个，它是吃蚯蚓，所以刚好它这种低矮的这种环境就是它最爱的。那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常常在讲山坡的那种溪流形式，其实影响到水生生物，或是我们现在目标实现等等的。其实，在我们这种低海拔的丘陵地啊，还有一个夏天未来的教课，就是发生。当然会在河谷筑巢，但是就很可惜，可能会没有。那为什么说我们这边有？因为它也有集中在竹林的底层活动。好，那在我们那边鱼林的人叫它 Q 蛤，蛤是什么？粽叶。它为什么要 Q 蛤？因为它去翻那个粽叶，看粽叶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那它的叫声就是 Q 蛤 Q 蛤 Q 蛤。那偶尔我在爬山的时候，在台南的礁山会听到这样子，大概在差不多清明节过后，它就来台南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季节跟大家介绍这种鸟，就是它清明节就会。跑到台湾来准备配对筑巢，然后他们下完蛋的时候，大概下七八月，他们小鸟长大了，喂饱了，他们就又飞回去东南亚。那台湾有一种，那全世界大概三十种都是 IUCN 的保育类野生动物。那像这些都是我们台湾很特别的生态系统，因为台湾的原生的生物种类哦，虽然热带雨比是真的比不上，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过境跟来度冬或度夏的，这是我们跟迁徙性的生物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资源，生物资源。那、你不要跟他计较说啊，那些边麋鹿跟巴西冬才住几个月嘛，那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是会来，而且他就是住下来。好、所以这个我就想说给大家提醒，如果大家有机会在步道，或是最近啊，最近差不多开始繁殖季了，如果你听到那边。Q 哈 Q 哈，哎，你就中奖，你就得大奖了。好，看下一个。这个应该也没听过，不是他的。不是他，这个在山区也常听到。林鸡啊，林鸡。好，这鸡啊，是吧？他自己在叫他，我是这鸡啊，是吧？好，差不多就这样啦。好，我们就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山区，这个一口快，一口快，这个主机也挺好，一口快，一口快。好，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大概生态部分就到这一次的课程就结束了。那下次会带一些我们台南市的人文的部分，然后跟步道的关系。好 ，OK， 还是出作业，要还要出作业。我今天讲那么多，大家记得几种？什么？哦，对，什么？你是前辈啊？他们有没有说对这个生物名词，这一听就忘了那种吗？有啊，那我们现在就像这两次，就是户外课到这边，我们是不是请大家就写一个简单的心得，就是你除了看那个步道的施工之外啊，你有没有在步道看到比较让你觉得惊艳的这个自然生态，不管是动物、植物都可以，这样，而且一个小小的，或者你观察，或者你对哪一种生物是最有印象这样子，好。OK 嘛，那因为你想要知道它，所以你可能不认识它的时候，你要上网 Google， 你也可以把你找到的资料来做佐证。当然，你也可以说，老师我不想只写一种，我想要写好多种。OK 啊，好，或者我今天有把那一天听到的叫声再给大家
做复习，你也可以从这边下手，你可以说，哎，我老师你讲的什么生物我觉得很好奇，然后我想再去做一个简单的资料这样子啊。我想，就我今天的功课就是，我们户外观察啊，或者我今天上课的哪一些生物，不知道旁边会看到生物，让你最印象深刻，然后我讲的不够了，你就上网去找，然后把那个主动资料弄上，就像一个 page 这样就可以了。好 ，OK， 就最少一种啊。如果你要写很多种，可以。来，我不一样。哎，刚刚我听到那个夜莺的声音啊。对。啊，有时候像我女儿就觉得她很吵。嗯。她可不可以多聊一下那个夜莺的声音？夜莺啊。对啊。大家有看过夜莺吗？或者是有没有去搜寻过夜莺的资料？现在它很会叫。对啊。那他叫一定有他的意思嘛？他要来这个，适应都市的那个越来越多。对，反正我小时候没有听过这个。对，那是有原因的。好，来，你看一下哈，这里有像环之他有跟你介绍夜莺，那夜莺在睡觉是这个。夜莺就长这样，然后这个晚上白天在睡觉，晚上就叫啦，没有在飞的啦，反正就是在飞的不容易啊。那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讲哦，好，这一只啊，这夜莺啊，它平常白天在睡的地方，你看到是什么？草地吗？树枝？还是？沙地对不对？其实他是喜欢在那个河床哦，或河床。我以前小时候啊，我小时候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去做调查，去那河床才会不小心被夜莺吓到，因为他看到我吓到，然后他也吓到就飞起来了。那夜莺其实真的就是您所说哈，以前真的是都市里面很少，可是为什么他会有呢？第一个是你注意看到环境是喜欢住在那种比较沙子、比较热的地方。河床，那都市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环境？有啊，工地，尤其是从化区。那从化区里面会不会发现夜莺？会哦。那第二个地方是，它进入都市之后啊，它开始在从化区找到它可以栖息的地方之后，它就开始繁殖嘛。它开始繁殖之后，它发现有一个地方也蛮适合，就是我们的大楼的屋顶。因为大楼屋顶除了那个叫，水塔啊，冷却的那些像那些机器之外，不会有人去啊。然后地板晒得热热的，也不会有其他生物来啊，就只有它耐得住，所以它就在那边住下，而且在那边下蛋。所以大楼的屋顶也有很多是夜莺的巢。然后它需要雕塑之后干嘛出巢吗？也没有，它就把蛋下在这个，你看它住在这个沙床河床嘛，它本来的。政治方式就是把蛋直接下在上面，他也不用去雕石头或者是雕树枝，他都没有，他几乎不用，他直接下下去。那大楼顶楼是不是也是平平的？他看看，所以第一个他耐热，他本来就耐热，他本来就喜欢这种热又干的地方，然后来睡觉。那刚好都市都有适合的。那最初会进来是因为工业，就是我们的土地需求的时候大量开发，然后本来有树的地方没有变成，你看我们在准备盖房子之前，那从化的地方都会放很久，那自然就让它有机会迁移进来住下，然后等到这个房子都盖好之后，它就直接住在屋顶。那它又是爱吃虫的，它叫虎母嘛啊，它如果你注意看啊，它的特色就是嘴巴这边啊。会有一圈毛长这样，那这个功能是什么？这个功能就是拦截飞虫，所以它在空中扫射的时候，它就是到处飞，然后应该几乎是用捞的，就是捞蚊子。好，哪里会有蚊子？晚上的昆虫都有趋光性，好，那在你家会，你会发现蚊子会咬你，对不对？可是在外面那些飞虫在哪里呢？路灯下、公园还有霓虹灯。还有就是，有些阳台会开灯。那你说，那我们是不是把整个都城市都变成暗蒙蒙，它就不会了？也不会，它就是在城市找东西吃，所以是有前因有后果的。那怎么办？
大吵，我只能要只能说买那个气密窗，看哪一款的比较好。但是无解啊，只有无解，只有无解，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让他进来了，就跟但是好奇妙啊，凤头苍蝇也是因为这样进来的，可是我不觉得他的故事变有什么问题，还是能变照样，所以很难怪他，他只能适应他。好，不晓得他们什么问题。好，今天都是生物了，那就大家接受一下啊！你们今天就写一个你们认为最特别、最想知道的。哎、啊，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麦上面问我。你、如果说刚好这个对这个野生动物了解，几个你印象最深刻的生物，这样子好不好？好，至少一个啦。啊，要多写几个问题。好，谢谢你们。好，谢谢。拜拜。下礼拜还有一次嘛？对。好，下礼拜见。